由哈里森·福特、本·金斯利、海莉·斯坦菲尔德主演的科幻影片《安德的游戏》日前发布了首个中文预告片。影片讲述的是在未来地球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外星人入侵，一个名叫安德维金的少年脱颖而出，即将担负起率领地球的军队应对外星人的下一次入侵的重任。